包包与来自澳洲的先生 Tim 过去因为制作音乐行遍天下，2020年因为疫情留在台湾。我们之前就是两三个礼拜就会飞一次。包包的爸妈在南投山上自家旁边为他们两个盖了一间组合屋，美得像度假小屋。艺术家的思考，他们会天马行空，很不太喜欢那个制式。这个组合屋除了露台，半开放式厕所， Tim 的厨房也独一无二。Well, I always wanted to. As soon as I saw them in Taiwan, I thought, wow, I want one of these for my own kitchen. Tim 还用这间手推车厨房变出了各国料理。哪位嘉宾会和他们相聚呢？ Tim 想要找蔡英文。Hello, 大家好。周五晚上九点，我和澳洲老公的山居岁月就在公视频道《谁来晚餐》。